在座各位的父亲节日快乐，我们做父亲的请起立，请起立。哇，我们当中有不少做父亲的哈，来，我们姐妹给他们鼓掌鼓掌好不好？没有父亲就没有母亲，对不对？就是你如果没有男的可以生出孩子来吗？啊，这个普天之下无往今来，只有一个人是没有父亲就生出孩子来的，那个人是谁？耶稣。是谁？是玛利亚。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生子。所以除他之外呢，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父亲才能够生出孩子啊。所以呢，我们要为在座的父亲感恩。但是呢，父亲节除了要感恩父亲之外，我们更要感恩天上的父亲，对不对？没有天上的父亲就没有地上的父亲，对吗？对，对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书圣经，在诗篇的103篇，诗篇的103篇，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无论是在中国啊，在台湾，在东南亚各地方的父亲啊，都健康、喜乐、平安，顺利亨通啊，在基督耶稣里面富足。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使生我们的快乐，所以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而且呢，还要让他的身体、精神都快乐呀！啊，今天不是单单精神愉快，我们的身体，神也要赐给我们愉快的恩典啊！所以诗篇103篇呢，非常非常棒的圣经这样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主知道我们做父亲的责任重大而且神圣，虎毒不食子，所以做父亲的从内心深处都是怜恤他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神就怜悯我们的本体呢是尘土。但是神用尘土造了我们，因着神向我们吹了一口生命之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人呢就不单单只是尘土而已，人呢就可以成为神贵重的神机的器皿。同样是尘土，可以造成装酒的酒桶，可以装成装水的水桶，还可以造成装粪的粪桶。没有一个人渴望你的一生呢，从小到大都成为粪桶。我们都真正渴望说，啊，你呢能够有价值的成为贵重的器皿，能够像中国人所说的有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丰功伟业能够流传后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恳求主赏赐恩典，让我们懂得孝敬父母，好不好？好。今天哦，中国大陆人已经过去了啊，是昨天啊。我非常非常感动感恩的就是，无法想象无神论的唯物论的中国竟然是6月份第三礼拜一样的庆祝父亲节，感不感动啊？父亲节是教会所推动的一个分别为圣的重要节期，竟然全中国昨天微信是铺天盖地的
秒量计算的，处处在恭贺庆祝父亲节。我们台湾的群啊，台湾的群昨天有庆祝父亲节吗？纯台湾的群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是几月几号庆祝父亲节？大家说8月8号，8月8号啊，爸爸节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求主啊，上帝那种霸气十足啊，爸爸的爸，霸气十足的啊，那种慈爱、公义、威严、怜悯，能够恩待我们做父亲的，也能够霸气十足，好不好？好，这不是那个霸道的那个霸道的霸，而是什么？爸爸的爸。我们今天做男人的，在如此的男女平权的社会之下，常常男人不像男人，男人像什么？娘。男人像娘。求主怜悯我们的，男人要霸气十足，跟你旁边讲，男人要霸气十足。男人要霸霸气十足。哪一个霸？是霸道的。我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的亲家公来到我们当中啊，翻译又来啊。看一下。翻译呢？哦，翻译，去我们亲家公旁边帮忙翻译一下哈、啊，感谢主，感谢主哈、啊。来，啊，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亲家公啊，来，到前面坐好不好？啊，坐前面一点，再帮忙做翻译哈、啊。这是我的亲家公，这是我女儿的啊公公，对不对？就我女婿的爸爸，所以他呢，他是韩国人啊，那他呢是在美国的费城读Western Minister 啊神学院的啊，是一个非常正统的著名的神学院。感谢主啊，他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感谢主，我们当中呢有人可以做翻译。请问你是朝鲜族吗？朝鲜族哈，所以你平常是看《世界日报》还是《朝鲜日报》？看中文的，很好很好，感谢主。他的微信呢，中文又韩文，所以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当中有一个宝哈，可以做传译的哈，所以求主恩待。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继续来跟大家思想如何教养孩童。做父母亲的都渴望自己的儿女们成才成器成龙成凤，那生育很难，养育呢更要付代价，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把上帝的权威，把圣经的真理给抬出来，儿女们就一定怎么样，不得不服。你要透过父母亲叫儿女服你，我跟你讲，现在的儿女们服爸妈吗？爸妈什么都不懂，对不对？可是你把圣经的真理抬出来，他今天敢不服吗？所以上帝最大，所以上帝呢，圣灵会感动他，好让他知道说要谦卑，要顺服，然后呢要孝敬，要 honor， 就荣耀父母亲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父亲节是格外重要。那我们的主题呢，一直是如何教养孩童，已经谈了很多次了。这一系列的主题呢，是从出埃及记摩西的为人处事啊，摩西的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也顺便教学相长，帮助我们自己能够在世上留下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可以留存久远而且被神纪念呢？就是你要有道德伦理，然后呢还要做神叫你做的一些工作，然后呢还要常常写日记，写灵修的心得，然后呢最好呢靠主恩典也能够有所著书，有所什么撰述啊，著书撰述就是有点留下文字，留下笔墨。那摩西呢曾经留下3首诗歌，对不对？我们上礼拜讲摩西的立言有3首诗歌，2块法版，还有呢5卷经书，听懂吗？摩西的立言我将它归纳成他被圣经摘录的有几首诗歌？3首诗歌。第1首是摩西诗歌，大概80岁所写的，第2首大概是80岁多
写的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而且这首歌呢一直流传到启示录十五章，将来在勇士里面摩西的歌唱到多久？勇士永永远远。世界上的流行歌只能唱多久？流行它几个月几年呢就销声匿迹了，可是摩西的歌一唱就唱到永永远远啊，因为他的歌是敬拜上帝的歌。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自己，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唱歌最好不单单是唱流行歌，歌颂风花雪月男欢女爱，更要歌颂谁？歌颂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对你旁边说，唱歌要歌颂上帝，唱歌要歌颂上帝才会被神纪念。所以摩西写三首歌，摩西之歌，然后呢这第二首哈就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三首呢是生命记三十二章，摩西120岁所写的。所以摩西写三首歌。那摩西呢有两块传流世界的宝贝，叫做法版。法版是谁写的？是上帝亲自用手指头写。那上帝的地道那实在是千军万鼎啊，所以就刻成法版了。所以摩西他是把上帝手写的法版从西乃山上带到西乃山下，我们一般称它叫做摩西十诫，但是呢是上帝写的。我们很多很多夫妻关系呢也会应用摩西的十诫。摩西第一诫说除了我之外不能有别神，那夫妻十诫呢老婆最喜欢讲的，除了我之外不能有别的女人。所以十诫呢很容易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但是呢摩西还有另外一个立德的重要的著作，叫做摩西五经。大家说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呢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五卷经书。这五卷呢都被奉为圭臬，是犹太人的文化瑰宝，最神圣的、最权威的、最荣耀的圣言启示，是摩西从上帝那边得着的五卷经书啊。所以这叫做摩西律法。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24章，耶稣是普天之下最有权威的。我们写博士论文的人最会引用谁写谁写谁写，可是世上最有权威的人是谁？是耶稣。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来评估摩西的五经。耶稣是替他背书，而且耶稣非常肯定摩西五经是有价值的。所以路加福音24章，我们来看。好感动啊，德方明天就要回中国大陆了。大家晓得要离开自己家之前呢是忙东忙西啊，是不可能再分别为圣出来聚会的啊。结果德方还来，感谢主，求神赐福你啊。要感谢主啊。所以路加福音24章耶稣亲自说的，24章的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请我们投影的人啊尽量能够五道这个手道、心道、眼道、口道然后呢我们来念。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特别强调旧约39卷书，无论是律法书、先知书或是诗篇，就包括诗歌、智慧书、国诗、增传歌。所以所有的旧约其实都在预言耶稣基督这一个神人。神要变成人，神变成人的目的呢是要替你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全本圣经都在讲耶稣基督的奇妙恩典。所以耶稣说什么？摩西的律法书特别强调，狭义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如果广义的律法书呢是指全部的旧约圣经。
所以单单摩西五经呢，就常常提到说，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啊，这个特别的先知，啊，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要让这一位弥赛亚从天而降，来到世上，啊，做分别的工作，先做把世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之后呢，神就可以与人同在了，人就可以享受永恒尊贵荣耀圣洁冠冕富足自由了，所以信耶稣的目的是让耶稣帮助你从世界从罪恶从死亡里被救出来之后做什么，不是去随心所欲，而是去享受神的同在，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因为神像爸爸一样，他渴望每一个孩子们归家吧，归家吧，我要再流浪，慈爱天父伸开双手回家，所以只要你还迷失在外，天父的心满足吗？所以信耶稣的真正目的不是满足你自己，信耶稣的真正目的是不单单满足你自己，更要满足天父的心，因为天父的心愿意一百只羊当中的每一只都在家中享受主所赐的满足的喜乐。如果有一只羊迷失了，天父如何？天父到处找啊，你在哪里啊孩子，你在哪里啊，找到之后呢痛打一顿，然后呢面壁思过，找到之后如何？马上亲嘴，然后呢抱在怀里扛在肩上，带回家之后呢把全身洗得干干净净，给他穿最名牌的最尊贵的服装，最好的鞋子，而且把戒指戴在他手上，这就是一颗天父的心。所以父亲节你要去思念天父，我们做父亲的也要向谁学习？向天父学习。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你会给我们做父亲的有听到的恩典，也有行道的恩典。天父，我们求你让我们做父亲的人都愿意向天上的阿爸父来学习，阿爸父是如何彼此相爱，阿爸父是如何爱世人。主啊，也求你教导我们做父亲的夫妻恩爱，父母子女能够彼此相爱。主啊，因为你就是爱，凡是信靠主的，与主爱的源头连结的，我们就会得着主你的爱。主啊，求你把摩西五经的精华要点再一次的启示给我们，来教导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的真理。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圣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思想三个重点，就是摩西律法有五卷书，哪五卷呢？就是圣经的前五卷，大家第一卷创世纪，创世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利未记，利未记，民数记，民数记，申命记，五卷经书叫做摩西五经，或称作 Torah， 犹太人叫做 Torah， 或好犹太人称它叫 Torah，T O R A H，Torah。那这五卷经书呢，我归纳成三个精华要点，就是讨论到关于宗教文化，关于政治外交，关于经济财税。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透过这三个角度来思想摩西五经的精华，好不好？好。其实这三个题目大不大？大。哇，大到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篇大论文啊，对不对？写几百页的书啊。但是呢你看董牧师啊，短短的几分钟就要让你们怎么样，你们可以全盘吸收，是不是神的恩典？是，你们真有福气啊！我从小到大参加教会，但是常常听牧师讲到，就讲那么几篇。可是你们在活水的人，五年你们可以听完全本圣经，好不好？好。我们没有挑食，哎，
我们就根据研经释义五年，把圣经中的每一卷呢，都能概括性的、中览性的鸟瞰呐、啊。你说是不是恩典福分啊？是。而且呢，我们短短的，今天几分钟的时间就要讲摩西五经呢，好不好？好。实在是恩典，你只要认真听，你一定会得着的，因为神要帮助你。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谈宗教文化。什么叫做宗教呢？宗教的英文叫做 religion 呢是两个拉丁字所组合而成的，一个叫 re， 一个叫 legion。 re 呢就是 again 的意思，就是在的意思，对不对？在。然后 legion 的意思呢就是绑起来的意思，联合的意思。所以真正的宗教呢是把你跟那位创造你的创造者再一次连接，再一次绑在一起的，那叫做真宗教，你懂吗？所以如果从这个定义角度来看的话呢，现在有很多很多宗教其实都没有。拿佛教来讲的话呢，佛教基本是无神论的，对不对？民间宗教道教哇是满天神佛，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的。那从宗教定义来讲的话呢，佛教就不算宗教，佛教只是一种怎么样人生的哲学，在探讨如何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而演变出所谓的六道轮回，所谓的前世跟来生等等所以我们要看真理，一定要看神的话。神的话是绝对的、无误的、完全的、可信可靠可遵循的真理。那犹太的宗教文化，我将它用宝血跟膏油来涵盖它全部的方方面面，无论食衣住行娱乐这种属于文化范畴的其实最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它有血。除了血之外还有什么？油。还有油。血我们需要提吗？全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都在讲血。我们成举例兄有心透过职场宣教透过艺术传道，他把自己下半生或所谓的后半生就是要立言啊。怎么立言呢？透过他的版图画要来见证上帝，要来传扬基督。画多少幅画呢？777幅。我问程序说，你为什么要把书名写成见证上帝，然后要出版777幅呢？他告诉我理由不太充分。我跟他讲说，你明白777代表什么属灵意义吗？他竟然说他还不知道，但是呢神竟然巧妙地为他预备了，真的是耶和华以乐神。为什么呢？因为777是十字架的数值，大家非常熟悉666，对不对？对。666是谁的数字啊？兽。是敌基督的撒旦魔鬼的数值。888是什么数字啊？耶稣。是耶稣基督。那777呢是十字架。所以全本圣经有一个重要的密码，重要的基因，就是777。77是十字架。那十字架上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其实在摩西五经里面，创出立民生都有提到血，但是当时的 progressive revelation 还不够完全那个亮度还不够全面，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呢还不能够完全了解杀羊的目的呢。其实羊是遥远的预知预先指出有一位代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摩西还不完全了解虽然希伯来书11章有告诉我们说摩西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所以他就愿意选择基督而不愿意选择世界的最终之乐但是在摩西五经当中呢，所有提到的血其实并没有强调宝血，宝血是我加上去的。但是呢，感谢神，如果只有旧约没有新约，我们不懂什么叫宝血。因为有了新约，我们就可以看懂摩西五经当初神感动他有很多很多的人是预表耶稣，有很多的物是预表耶稣，有很多的各种的
会幕中的圣物，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讲说，旧约的39卷，所有的经卷都是在讲谁？耶稣，都在讲耶稣，这是耶稣讲的。所以我们解释圣经，我们传扬真理，是三句话不离谁？耶稣，不离耶稣，一定讲耶稣。所以如果你单单读圣经，只读伦理道德，只读一些故事、一些历史，那你不了解圣经。圣经的真意是叫你读什么？读出耶稣来。所以我们从摩西五经看到，的确有很多保险。创世纪有没有讲到羊？有。创世纪一开始讲到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呢，神就为亚当夏娃做什么穿？羊毛衣穿，而不是用植物的叶子，而是用羊的皮。那羊要把皮给剥下来，那请问羊会流血吗？会，全部血就流尽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那个羊就已经预表了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细麻衣。我们又看到创世纪亚伯拉罕这位老父亲100岁的时候才得着上帝所应许赐福的什么宝贝的独生的疼爱的珍惜的儿子以撒，结果上帝为了要试验他，跟亚伯拉罕讲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如何？就乖乖的听话了，听话了结果呢，亚伯拉罕就把儿子呢身上放着柴火，那个是预表十字架。那以撒呢，这位儿子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就是预表我们的阿爸天父献谁？献耶稣基督给我们世人。在摩利亚山上、加略山上、骷髅山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创世纪呢，就讲到血，而且讲到了耶稣的血。OK， 我们进到出埃及记，有没有讲到耶稣啊？出埃及记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他们一个家庭要杀一只羊，然后把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对不对？因着有羊的血，其中的长子生命就得到保全，所以那个羊其实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创世纪、出埃及记，如果你再去读利未记，利未记其实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太多太多地方都出现什么羊的代死，羊的什么救赎，那民数记呢？你去看生命记呢？很多地方都有直接间接的提到保险。但是犹太人的宗教文化不单单是有血，还有什么油？还有油。血是代表救恩，油代表灵恩，很重要哦。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隐藏着全备的福音，不单单有血，还要有什么？油。还有油，单单血因信称义还不够，还要追求努力晋升，要成圣。如何成圣呢？必须要靠圣灵成圣，必须要接受灵恩的膏油的涂抹，从头到脸到胡须到胸到大腿到膝盖，全身都要浸泡在圣灵当中，然后呢就因此分别为圣，然后圣洁的神才能够与你相会同在。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哈，所以油非常重要，很多很多的民间信仰都有血，羊的血、牛的血，还杀猪公的、杀鸭的，可是他们有没有油？可是我们摩西五经处处都出现要有油。我们来看呢，出埃及记先看第30章，出埃及记30章，你看这个油是分别的，所以油呢代表圣灵的工作。那做油，这个油呢是最名牌的香水啊。出埃及记30章22节，这里上帝跟摩西讲说，这个油要怎么做？油的材料是精挑细选的，是分别为圣的，不是随便或抽签的我们来看
来，30章的22节，来，动作快一点，来，请，还没出来呀？那我们已经有了吗？手机的人出来了吗？来，请。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来，继续快点。30章长的出来，来，动作快，请做同工们哈，这个服侍同工们要专心要认真哈，动作要快点，好，不要在那边去玩没兴趣了啊。其实这很简单的事情，好，请你要取上你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动作快，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新，来，动作快点哈。可以打出一段吗？按坐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所以上帝特别命令小谕摩西做圣膏油的材料，还有做圣膏油的方法，不能按照埃及的方式，不能按照自己的聪明，而要按照上帝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好，圣膏油做什么用呢？好，二十六节，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油在犹太的宗教文化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和血一样，这是平行的，不能缺少的。所以今天的教会如果只重血而不重油的话呢，有没有全面？没有，没有全面。感谢主，我们教会重保险又重高油，阿门。有没有感谢上帝？你所选择的，你所停留的教会，是一个重救恩又重灵恩、重宝血又重膏油的一个，在学习侍奉神、服侍人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好，所以我们讲耶稣十架宝血，我们要讲什么？讲圣灵的膏油。圣灵要膏油，要膏抹人，要膏抹物。然后让时空呢分别为圣，以至于可以让完美的、荣耀的、尊贵的、圣洁的神能够同在。因为人都是罪人，世界都是罪恶的世界，时空都充满着败坏。但是呢，因着圣膏油的分别，神呢就能够与我们面对面的谈心说话。所以有。是非常重要的，对你旁边讲说，你要有保险，也要有高油。你要有保险，还要有高油。还有很多经文啊，那立位记的第8章、14章都提到这些，我们有时间去念。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就是摩西五经谈到政治跟外交。政治外交呢，我归纳成两个要点，就是爱神跟爱人。所谓政治，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的孩子啊，都读过孙中山思想、三民主义啊。那三民主义国父下的定义就是，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叫做政治。关于政治的定义有很多很多，那基本上呢，大家比较接纳的就是，就是政党或是政府的一群领导人他们就是治理社群团体或族群或国家的一些维护的统治的活动运作内容跟法则叫做政治。所以政治呢，它是一门高深的社会人群组织的管理科学和艺术。那有形而上，形而下，形而上的还牵涉到所谓的意识形态。那形而下的牵到组织的律法的修订执行就行政立法司法等等所以
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还有西方的希腊的哲学家，他们都特别强调说，政治的最高目的是做什么？不是争权夺利哦，政治的最高目的不是哇，你今天这个歌儿唱这歌优儿是吧？会唱歌，唱得好就跟他去演，演得好去像台湾的啊，很多人很多人像最近优则导这个什么高金素梅哈，在台湾的新政府，好这个一个月之后呢，高金素梅就特别在立法院质询啊，哇，义正言辞啊，气势磅礴啊，所以基本上呢，政治的最高目的其实是使人使社会中的世界上的人能够达到最高尚的道德境界，这是政治的目的。可是今天的政治是如此吗？不是。今天的政治是什么？是人民为我服务，好，那我们为人民币服务，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但是摩西的五经呢，也特别强调说，好，一切的政治跟外交，好，内政跟外交归纳出来，就是要好好的爱神和爱人，这是了不起的。3500年前，神就透过摩西启示给我们，领导人啊，如果你有机会做领导人，目的不是要争取这个权位的肥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领导人的目的是何在？是要帮助他好好跟创造他的神建立良善的互动的美好的关系，而且呢跟他所领导的服务的人群之间呢，也要有最文明的运作跟互动。所以摩西五经强调的政治外交呢，我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现代的中国政治当中呢，中国无神论，那不要谈了，什么跟爱神不爱神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啊，中国虽然我们的习大大啊，这个上台到最近呢，又提出了一些特别严谨的宗教政策啊，但是不管如何，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越受迫害的教会是越兴旺成长的教会，阿门。这是历史，这是真理，真理。所以美国就是因为太自由了，没有受迫害。如果美国真正教会受迫害的话呢，我们今天教会会怎么样？人就满了，都没有座位走。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好，所以美国实在太自由了，就被自由给陷害了。所以政治外交方面，第一个就是爱神。摩西五经有一个金科玉律，最重要的、最根基性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啊，在生命纪的第6章第4节，大家来念。他说我们爱神。大家来看《生命记》第6章第4节，这是全部犹太人啊，都是根深蒂固的啊，耳熟能详的，牢记在心的啊，这一句圣经，《生命记》的第6章第4节，第4跟第5，4节跟5节，好，我们从第4节开始念，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先把神的独特性，把神的准确性，把神的权威性宣告出来，这是独一的主，独一无二。跟你旁边讲，以色列神是独一无二的。以色列神是独一无二的。以色列神是比万神都大的。以色列神是。我们该如何来面对神呢？不是有时间才来教堂，不是没事再上教堂，而是要如何？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哪里？记在心上，不是记在电脑的笔记本上，而是记到哪里？心上，在心板上，随时带着走。当年是因为没有手机，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手机，随时带着走，所以记在手机上，但是也要记在哪里？心板上。好，所以我们很多做牧师的常常要辅导很多很多夫妻跟破裂的家庭，很多夫妻会觉得说他的婚姻非常非常的不幸福，微信群里面
哇，好多好多人就会发一篇微信说，上帝也说我的婚姻不幸福。你们收过这样的微信吗？没有收过，收过对不对？我至少收过那十来次以上了啊，我也发出去很多很多次以上，人都没有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了。我们现在活水的一个比较大的群是197个人，然后师母跟我发的信息呢，大家好像不闻不问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中国大陆的很多微信群啊，200、300、500，你知道吗？他们发信息是以秒计算的，几乎每秒钟啊都是大小篇的金句信息讲道跟诗歌。神真就恩待中国人啊！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华人实在求助怜悯，我们实在追不上，所以求助怜悯我们，我们要努力啊！所以微信群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也说我的婚姻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啊，他把以色列当成他的妻子，结果他娶了以色列，而且是签订婚约的这样的一个妻子呢，竟然这个妻子是什么？水性杨花。这个妻子呢，人尽可夫。这个妻子呢，是常常乱七八糟。上帝就说我非常非常痛苦，我非常非常难过，我怎么会娶到这个妻子呢？可是上帝在旧约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他对这个妻子如何？等他，还要爱他。上帝一直在等，整个等这个妻子能够回家，然后上帝要把所有的爱都给他。所以摩西五经告诉我们，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可是我们对神的爱呢？我们常常是忘恩负义，我们常常是什么？常常是爱错对象，我们常常爱成，去爱金钱，去爱马门，去爱那些不该爱的人，结果那些人或事或物带给我们的是更大的空虚混沌。所以我们今天要悔改，我们今天要归向那位真正爱我们的上帝，而且要怎么样爱他？尽心。我们有尽心吗？我们有尽心。我们有尽性吗？我们有尽性。我们有尽力吗？没有尽力。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上帝说的，我们谈众人之事，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爱。当人真正让神住进他的心灵深处，他就有爱，他就有满足，他就有能量，他就有意义了。所以政治外交摩西五经所谈的就是要先爱神。你爱神之后呢，世间一切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哈利路亚。第二个呢，摩西五经告诉我们要爱人，很特别。摩西在当年3500年前应该是一个特权阶级，可是摩西丝毫没有搞阶级斗争，摩西丝毫没有特别强调有所谓的阶级的社会。摩西领受上帝的教导，告诉我们一定要爱人，因为人的生命、人的财产、人的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应该要完全尊重他。然后呢，上帝说怎么样爱人呢？我们先看啊，先看利未记的19章。所以政治外交，你要用什么东西去交往？不是用金钱去谈外交，乃是用爱去谈外交。今天这个社会之间的种族对立，国家跟国家的仇恨战争，其实都是因为没有爱。如果美国当年是派宣教士去日本，如果美国在1991年派宣教士去伊拉克、去阿富汗的话呢，那今天的危机会怎么样？那真的完全不同了。不能去丢炸弹，不能派航母去，而要派什么？派宣教士、派牧师传道去，派那些肯流血的基督徒去。哇，那真的是整个世界就翻转了。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何爱人呢？利未记19章，大家看。利未记19章，其实耶稣基督总结了摩西律法，有方方面面，包罗万象。耶稣总结说，摩西律法就两条，一条什么？爱神，另外一条呢？爱人。那爱神呢？要100%绝对完全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去爱。那爱人呢？爱人要如何爱？利未记19章，我们看一下19章的18节。
19:18，利未记19:18，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前两天呢，微信里面有人发微信给我，何牧师啊，我们的上帝有没有名字啊？哎呀，这个我已经讲过无数遍了，对不对？上帝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的上帝名字是什么 ？I am。所以中文翻译成自有永有的意思，自己有，永远有，自己存在，永远存在。上帝不是人造的，上帝不是哪里来的，上帝是自己有的。大家说，上帝是自己有的。上帝是自己有的。这位自己有的神却非常非常顾念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无法想象。上帝非常顾念那个没有丈夫的、没有爸爸的、没有家的孤儿寡妇。上帝非常非常顾念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边缘的、穷苦的、贫困的世人，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当中有人呢，每一次一碰到无家可归的，每次一在十字路口碰到那些伸手要钱的，我们当中有好多同工讲说，他愿意给他钱，不管他是真是假。所以。这个呢，当然爱心是很好，但是也有智慧，对不对？中国大陆有一些组织帮派，专门训练孩子去做什么？要钱。去要钱，要钱之后分给谁？就分给黑社会老大，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圣经在旧约已经告诉我们，爱人一个原则是什么？是如己，如己。没有一个人，会去伤害自己。对不对？除非他不想活了，那另当别论。每一个人呢，哪里痛，哪里发炎，马上去花钱看医生啊，对不对？尤其当你年事已高，七老八十的时候呢，一点点小病症就会怎么样？马上要看医生了，每一科医生都要看，全科要看完。所以人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脆弱非常的短暂，枯干有限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他吩咐摩西，对于这些穷苦的贫困的人要如何，要爱，如何爱呢？我们看生命记24章，其实摩西五经很多地方提到，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抓重点。生命记二十四章，有投影的人请尽量快啊。我已经讲了多少遍，《申命记》24:19，《申命记》24:19很重要，我们只能够讲重点哈。来，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错了，24:19，《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出来了吗？好，来，前面，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上帝先提了，我们要关心，要帮助，要爱这些穷困的人，然后你呢所办的事情就会凡事亨通顺利。所以如果你没有亨通顺利，你要反求诸己，好好检讨。好，继续20，来，动作快。好，你打砍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继续，动作快。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来，继续。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所以很多经文，摩西五经当中都提到，对于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形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神让全世界各地都有一群需要帮助的人，常常在哪里？常常在人口最密集的十字路口、交通要塞、大都会当中，对不对？
比如说北京，啊，你说北京、南京、天津，那些人口最多的地方，是不是都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睡在马路上？有没有？有。那政府常常也是爱莫能助。其实这些工作呢，神是希望教会是希望神的选民眼睛要亮，看到在别人的需要上，你有责任，你有责任。好，所以教会呢要承担啊这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啊，真理是叫人得到自由的。如果这个人还被贫穷的灵所捆绑，这个灵呢啊这个人呢竟然不能够三餐温饱，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敢住豪宅，还敢住别墅吗？所以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来好好去思想神的心意到底如何。所以摩西五经呢不断提到说，我们要爱神，而且要爱人，爱人要如己，而且特别去爱谁，要关心那些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好，第三个我们论经济财税，很特别哦。神是无所不有的神，天地万物都是属神的。没有想到上帝建造会幕，与神相会的帐幕，上帝说谁要来准备建造会幕的材料跟金钱，谁准备？百姓人的本分跟责任。上帝啊，是你要建造会幕，你从天上掉下来，掉下材料，掉下金钱，掉下天使来建造会幕。上帝竟然把奉献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这班人，上帝可以不需要我们去做，上帝可以让天使去做，上帝可以什么一句命令就成全万有。可是上帝呢，把建造会幕的恩典，出钱出力出材料，赏给了我们，赏给我们。好，宗教文化要运作啊，要活动，需不需要经费啊？要。福音是免费的，传福音需不需要经费？要。跟你旁边讲，传福音需要钱的。传福音需要经费的。钱拿起来。奉献。天上掉下来吗？奉献。上帝说，钱是，只要是神的选民，神就要出。旧约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呢，要考虑宗教跟神跟人要建立关系，要考虑政治，要管理众人之事，哦，无论是人力资源，哦，或教育或信息或知识或是国土，哦，各种的自然资源，哦，都需要去开采，都需要去怎么样去分配，需要什么？需要钱。钱哪里来？上帝没有说我从天上掉下来哦，很特别，这是神说的，这是圣经的真理。好，需要政治，都需要什么？需要钱。什么叫做钱？钱就是经济，好听的术语叫什么？叫经济，叫什么？经国济世啊，这是钱，经济。好，那经济要繁荣，经济要活跃，经济要发展，当然取决于政治的形态，政治的结构。那中国80年开放之后呢，那整个经济就如何了？真的是什么？这叫什么？起飞啊！起飞啊！蓬勃发展，无法想象。直到目前为止，房价还如何呀？上不跌啊！真是无法想象的。神给中国重大的恩典，目的何在呢？哦，所以我们讲到摩西五经啊，很多地方提到，哦，就是犹太的选民需要钱，需要钱。那我们在美国都晓得，美国是万万岁，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拿 W-2-4， 请问你拿到的支票、薪水，是不是先已经被 IRS 扣缴了一部分的钱，对不对？啊，很多人是被扣多少？将近30%啊，对不对？很多人如果你一个月3000块的话呢，你到手的支票可能只有2000块钱左右，为什么呢？因为有1000块钱左右已经被税捐处怎么样？被 Uncle Sam 给扣缴了，扣缴了。那上帝在摩西五经告诉我们，啊，这个选民要交税，交多少税呢？不是累进税，而是固定税率，税率多少？10%，真是恩典啊！低不低啊？我们中国现在所得税法现在开始定多少？
结果上帝呢，你看何等恩待，10%说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另外90%呢属于你自己，被去灵活运用。所以呢，10%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呢？我们当年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看你拿的是 W2 还是拿的1099，你1099没有扣嘛，对不对？那就是税前。你 W2 呢已经扣了，那就是税后。我觉得基本上呢，你要得税前的祝福还是税后的祝福，也由你自己做决定。所以有很多人呢，基督徒啊，他读完了圣经之后，发现说，哇，原来上帝也需要收入啊！不要忘记哦，上帝是无所不有的神，可是上帝呢，在政治、在宗教的范畴当中呢，都需要有钱。钱从哪里来？神的选民，大家要交税，1/10叫做当纳的税，1/10不叫做乐捐。不叫做爱心，不叫做什么慈善，1/10叫做什么？当纳。叫当纳的税。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一直在讲1/10。创世纪有没有讲1/10？有。创世纪的14章，亚伯拉罕就献1/10给麦基洗德，雅各祷告上帝说：“我要献上1/10。”那请问出埃及记有没有讲到1/10？出埃及讲说，凡投生的牛羊牲畜，连儿子投生的是谁的？是我的。生两个儿子，其中几个是谁的？老大就上帝的，几分之几？1/2。你看，生两个儿子，老大神的；生三个儿子，老大神的。有人是1/2，有人如果只生一个儿子，现几分之几？100%呀。所以出埃及记还不止1/10。好，大家看利未记要献多少？我们看到，所以摩西五经啊，我们看，我们就是看利未记27章。所以旧约啊，都提到1/10的重要性啊。如果今天的教会啊，每一个教会所有会员都奉献1/10的话呢，我跟你讲，教会就是金灯台了，这个灯台就有油可以发光发热，照亮远近的所有人了。可是今天所有教会，不管是美国教会、黑人教会、这个华人教会呢，奉献1/10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求主怜悯，将来上帝呢要怎么样来审判我们，只有求主怜悯了。有好多人一看到圣经的真理之后，就在思想说，上帝啊，那我以前都没有奉献1/10，我现在开始奉献，我以前的要不要补啊？那请问你欠 IRS 的税要不要补交？要补交的，不补交的会怎么样？ IRS 会把你抓去请你吃免费的饭。那将来呢，上帝的国呢，上帝也许让你在千禧年国呢都挨夫切齿。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晓得利未记我们来看到27章圣经的真理怎么说，放出利民生利未记的27章。利未记的27章30节，这是重点哦，时间的关系。30节说，地上所有的，来，动作快一点哦，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1/10的什么物，就要再加上20%。你看，1/10是神的，不是属于你的。如果你觉得你有特殊原因需要去怎么样，去把你该献的1/10给赎回来，还要加多少利息？交20%，就非常高，就像高利贷一样。这是圣经的真理哦。好，我们再看这个利未记的好，我们看民数记，好，民数记的18章。民数记18章。民数记18章，好，请念21节。18章21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1/10，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22节，请。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
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他们。